主料，青鱼一条，西红柿一个，辅料，番茄酱，料酒，糖，醋，蚝油，酱油，鱼子酱，葱，姜，蒜，啤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将青鱼洗净后，将料酒、糖、醋、蚝油、酱油调好，将青鱼放入腌制4个小时左右。将一个西红柿用料理机打碎备用，锅内入油，将姜丝入内炸至变色后，再把鱼放内，再放入葱段、蒜片，依次再倒入打碎的西红柿、鱼子酱及酒，腌鱼用的汁，适量的水或者全用啤酒。大火转开后，再用小火将汤汁收干。烹饪技巧：先将姜丝入油内炸，是为了防止鱼粘锅。其实外买的茄汁青鱼，我的口味来说过于酸甜，自己做的这个不那么酸不那么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